看一下，我觉得蛮刚好的啊。我觉得他好像要再加个安全裤。我觉得这个，你多高？162。我觉得这差不多嘞。差不多吗？极限。我觉得是162是极限的。嗯，就是162还要再加个安全裤。这样子吗？对。哎呀，你一点，你不光好，我要怎么交代啊？要加个安全裤，然后162，我觉得就是极限，这差不多。然后这件小白158，就是 OK， 我觉得长度是非常安全的。对，你要加腰带吗？但是我觉得还超可爱的，不加小蛋糕，加了就是，加了不太加同色。加腰带的话差不多是这样，但我喜欢它打开，我也喜欢它打开，打开来比较活泼，这样比较正式，好适合参加 party。 而且它袖子的地方是透肤的，然后胸这边也是透肤，它的内里是从这边以下开始做的，所以锁骨跟袖子会透肤感一点点，那样透肤的感觉好美哦，很美哦，去参加 party 吧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。